好，我靠，请讲。这是咱这位参加暗号来祈祷。先来提边上帝，我感谢你，等下我伫这个时刻，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你。特别进入炎热的天气的时，求上帝保守我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身躯拢会当平安。特别伫身躯顶面得到主的保守，予阮所行所做拢会当来得到顺遂。特别今仔日也是松林大学的毕业礼拜，阮有122位的同学伫新营教会做伙来学习，做伙来成长，互相来陪伴。愿上帝来祝福阮每一个同学，会当更加来认捌你，更加经验着上帝你的恩典。我也要特别为着新任的校长洪友贤长老、教务主任刘玉林执事来祈祷，求上帝来祝福阮的带领者，拢有主你的智慧来甲因同在，也伫学校的教导陪伴的过程中间，更加带出上帝你的疼甲鼓励，愿上帝亲自扶持带领。我安尼祈祷，上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一摆来到圣殿，做伙来敬拜上帝。邀请你甲边仔兄弟，甲伊三个亲安，甲伊讲，真欢喜，甲恁做伙来敬拜主。真欢喜，甲恁做伙来敬拜主。真欢喜，甲恁做伙来敬拜主。每一摆来到来圣殿来敬拜的时，拢是真欢喜的事。特别今仔日，咱要教咱有122位的同学，相当欢喜，因为因伫今仔日要来毕业。伫每一摆的毕业礼拜啊，毕业典礼的过程中间，咱拢会邀请咱上联大学的同学，甲咱做伙参加参与伫即个主日礼拜中间。特别要予咱的同学会当来熟悉咱的兄弟姊妹，嘛知影咱礼拜的过程。特别今仔日也有较特别，咱要来感谢咱新任的校长是洪友贤长老，洪友贤长老伫遮，予咱来拍手啊，来欢迎，嘛来恭喜啦吼。啊，还有刘玉林老师，伊咱有伫遮无？啊，玉林老师可能工作也无伫咱中间，啊，伊是教务主任，请坐。咱特别真感谢咱的玉林长老甲玉林执事，伊伫因生活工作无闲中间，伊也真欢喜来接受这个重要的责任。因为咱知影牧师是专职的同工，伊有领教会的社礼，所以做教会事工是应该的。但是咱有真侪同工，因是无领社礼，因是完全义务来参与伫遮的服侍顶面。所以咱嘛真感谢咱的幼贤长老甲玉林老师因来接受这个工作。特别咱也伫遮真感谢咱有侪侪的同工，也是有咱的林霞长老，咱的林霞长老伊也是咱的班导师，咱的坐地主长老也是总务主任，搁有侪侪咱的同工，像有英林老师、景云，搁有真侪班长，因拢是真义务来参与伫遮服侍中间。因拢无领半仙的金钱，也嘛无得到侪侪好处，真正是出伫厅内面来关心伫遮个同学，愿上帝亲自来纪念咱的兄弟姊妹。特别今仔日，等下有4位特别的来宾，要来参加咱个礼拜，就是公馆教会有4位现任长老，伊是陈秀莲长老，李丽珠。陈水上甲李志玲特别我第一摆甲知影，原来一间教会搭有两个代理长老啦吼，所以这两位代理长老伊拢要来到咱中间，甲咱做伙来做礼拜因为因的车班较晚，所以等下就会来到咱中间咱若看到因的时，咱嘛当用欢喜的心，甲伊三个请安因为这4位长老是牧师8月份开始要担纲的长老咱会当甲因三个来欢迎。今天要用这个题目“奔跑天路，奔跑天路”，甲大家三个来分享。有一本册叫做《天路历程》，天路的历程。我的古仔网站嘛写一个叫做《天路客》，就是讲咱在行入这条天路的过程中间，咱教主三个同工做伙三个来学习。
所以今仔日用这个题目《奔跑天路》，甲咱的上台同学、甲咱的兄弟姊妹三家来分享勉励。伫上个大学概念十二档内面，常常拢会听到一个问题，总之会友拢会安尼问：哦，上个大学用到位真侪资源，啊，有足侪人来上课，啊，到底一年有偌济人来洗礼？咱常常伫做一个暑假的时阵，拢会用洗礼啊来评断这个暑假伊的意义，到底有偌济人来洗礼？今仔日咱欢迎上个大学。无足侪人来洗礼，但是有人来洗礼，就像咱的慧儿啊，按咱的汪啊刘宝贤老师，伊拢伫这个上台内面来学习，伊人伊也真欢喜来洗礼。但在办报道会时阵，卖问讲啊，到底有偌侪人来洗礼？办儿童营卖问到底有偌侪人来参加这个主日学？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常常拢会参加来授课。用数字来评断一个暑假伊实现的这个可能性，但是今仔日咱要来看，咱无否认洗礼真正对一间教会真重要，咱嘛是非常看重这个工作，因为主耶稣伊在评断一个啊伊的大使命的内底，就是讲去叫万百姓来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的内面。所以今仔日，咱的教会需要看重洗礼，但是咱对伫这个洗礼的内面，咱有真侪期待，嘛感觉有真侪真困难的代志，因为咱知影洗礼毋是一个人会当去决定，这个人到底要洗礼，家己要洗礼，也是我的洗礼。圣经甲咱讲，这是圣神的工作。一个人若无圣神的动工，伊无法度伫正来面前讲耶稣疼你。耶稣听我，嘛我都伫正来面前来承认，我相信主耶稣。虽然讲这是圣神的工作，毋是人的工作。另外，阮看见伫人的内面，咱常常看见一个人无洗礼，伊的原因是啥物？毋是咱的信仰无好，毋是咱所传的道理无好，咱的事工无好，是因为有几项原因啊。亲像啊，咱会想到这几项，第一项，常常来。关心咱的长辈，啊，要鼓励伊来洗礼，一定会讲到一项，讲啊，我若过身了后的时阵，啊，我的个别事要安怎来办？真侪人会真烦恼，啊，我若洗礼了后，啊，敢要用教会的仪式，但是教会仪式听字，因拢无熟悉，嘛无了解，亲戚朋友嘛无了解，啊，所以伫迄个个别事的过程，感觉会有点仔无方便。第二项就是咱的另外一半。咱的另外一半有诶，经过身诶，可能利用不够，也是无共款宗教诶仪式，咱会真直接诶观念讲，啊，你不够伫西天，啊，我信耶稣了后伫天堂，啊，西天甲天堂敢是同款诶所在？可能是无同款诶所在。啊，阮死了后，阮拢无做伙，安尼刚好，啊，所以伊嘛阁继续伫原来诶信仰。另外，囝儿也有无同款诶信仰，讲啊，顶下爸爸妈妈若洗礼了后。就无阁烧香拜拜，啊，要甲伊放伫即个公墓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甲伊拜啊。所以有时咱的囝儿有无同款的看法。第三项，咱嘛看见伫咱在洗礼过程中间，拢会真注重即个新主牌啊。讲洗礼了后，啊，即个新主牌啊，就袂当拜啊，就袂当放伫厝内啊，啊，难念啊。第四项就是咱真侪传统的仪式。咱的亲戚朋友啊，伫这个清明的时阵，拢会做伙拜拜啊，做伙参与伫遮个传统的仪式内面。我若洗礼了，遮就我就去参与。所以咱看见遮个这四项，拢是咱的风俗、咱的文化、咱的宗教的仪式。所以伫遮个宗教的仪式，对咱传统信仰的人来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但是今仔日咱来甲教会。等到这四项这些传统的仪式，对着一个基督徒，不是真重要。咱所重要的是啥物？就是你在生的时阵，你所领受的恩典，你欢喜。咱常常俗语会讲一句话，讲啊，叫做，就是意思就是讲，啊，死了后拜低头啦吼，不如生前一粒豆。哦，咱咧讲咧关心咱的饲大人，宁可要准备一碗饭予伊食，较赢死了就甲伊拜低头。
意思就是讲，咱真注重咱在生的时阵，咱所关心的亲人，较赢在了后才宗教仪式。所以今日咱就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，遮个毋是必然的事情，就是毋是上必要的代志。咱常常讲拿香祭祖，到底教会会当拿香祭祖啊未？咱的长老教会是无即款的仪式，但是长老教会内面的客家人、客家人，因有祭祖，也是因祭祖无拿香，因用因的仪式，比如讲献花。比如讲洒水礼，用倒水的方式来孝念因的祖先。另外，天主教会因就拿香，咱知影天主教会吼神主牌啊，因会把迄个神主牌啊请去天主堂内面，有一个就是大家家族的一个神主牌啊，拢放伫迄个所在。因为天主教会伫原来咱中国的时阵，伊入境随俗，伊尊重即在地因的文化。因感觉这是一个仪式，这甲信仰无关系，因为伫天主教会，因冇来拜玛利亚，拜最侪的遮个历代的圣徒，因嘛是拿香，因嘛是用点香来表示一个尊敬，所以因嘛只不过是把咱的祖先，来当作一个真尊重、尊贵的一个人，然后甲伊尊敬，不是得甲伊祭拜。所以今天咱看见基督徒，其实伫这个世界的文化、教会历史内底，拿香毋是一个真必然的一个代志，因为伫犹太人伫圣殿伊嘛点香，然后来拜上帝。所以伫牧会十五堂的内面，我感觉咱信仰的核心到底是啥物？到底啥物是重要的？啥物是次要的？敢袂当因为一个次要的物件来影响你重要的代志？重要的是什么？信仰重要的是咱甲上帝关系。第二项就是咱认同圣经教导的道理。第三项就是信主了后生命的改变。啊，咱做讲三项重要是啥？我甲上帝关系。第二，认同圣经的教导。第三，信主了后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伫这三项上重要的代志，你若无抓牢。但是你受到侪侪文化、侪侪仪式、侪侪传统来甲你捆绑的时阵，结果失去你会当甲认捌上帝迄个上重要的代志。所以今仔日咱看见咱信仰的重点，就是耶稣的教导，毋是外在迄个风俗文化的捆绑。所以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真侪年长即个初信的会友啊，已经担心。过身了后，告别式到底要怎办？若是你是牧师，你要怎甲伊讲？讲你若信主了后，你一定要用教会仪式，毋通去做别款的仪式。啊，你若是当事者，信心坚定的咧讲好，我就来做教会仪式。但是真侪人拄啊初信，信心无坚定，伊决定是啥？啊，无我就莫来洗礼好啊，我嘛是会来教会，毋过我会来洗礼，因为我知影洗礼了。这个传统的仪式对伫囝儿、对伫家族有真侪困难，所以今仔日咱看见为着要尊重囝儿，所以我爱来洗礼。丧失的是啥？丧失的是一个灵魂得救的机会。所以你若是牧师，你要安怎来辅导你的朋友？鼓励伊来讲，上重要是啥物？上重要就是洗礼，洗礼就是你甲上帝的关系起做。毋是外在的仪式。今仔日咱踮来咧做教会告别式的时阵，咱拢袂讲一定爱做这个告别式，啊，然后你的灵魂开始天堂。到底一个牧师安尼讲，应该无啦吼，讲你啊无做告别式了，你的灵魂就袂去天堂。咱灵魂去天堂的原因是啥？是因为你甲上帝有契约，你相信主耶稣，耶稣才得去天堂。但是一般民间信仰就袂安尼讲哦。你如果做这个法会、法会，或是做这个仪式，你的灵魂走去倒，变孤魂野鬼。所以，若是车路的时阵，你爱去这个车路边啊，去引魂，把伊的魂来引倒转来，来放伫神主牌啊，放伫这个王阿婆内面。所以，这是无同款的一个观念。今仔日教会，毋是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仪式，然后让咱的灵魂得到救。但是当然，咱嘛是真希望，
因为这个教会的个别性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见证，所以今仔日要用这个题目甲大家来分享一个真特别的观念。啊，这张是咱的教会会员名册，伫右上角有三个真特别，叫做小儿，第二叫做慕道，第三叫做成人。小儿会员、慕道友、声音会员、小儿会员，就是父母啊、阿公阿嬷。伊把孙仔带来教会，爱甲伊行洗礼，甲伊洗浴，立志讲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要照上帝道理来教导这个囝儿、这个孙儿。若是成人会员，就是家己愿意洗浴，家己决定讲我一世人要行伫上帝道路内底。但是第三个叫做无道友，啥物是无道友？无道友就是伫咱个生命中间咧。追寻预备当中的朋友，在敲催准备的人，可能咱的兄弟姊妹拢唔知影，原来咱的会员也包括一个叫做无道友。什么人会当来真做无道友？其实每一个还袂洗礼的人，你拢要来真做迄个无道友。所以在座咱的兄弟姊妹，啊，你也听到牧师讲道了，你有感动的，咱甲牧师提了哦，啊，你就提转去写。啊！你特别诚侪咱的无道友，伊来甲你藏伫咱新营教会会员名册的内面。当然，伫这个教会体制内底，无道友会当写伫会员名册内底。但是，啊，无道友伫教会内面，啊，就是，予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还袂洗礼的时阵，会当参与教会活动，然后诚侪这个无道友，但是袂当投票，袂当领圣餐。这是咱教会体制，所以嘛是需要是声音会员，咱才当来洗啊，来投票，啊个领圣餐。所以，但是咱每一个同学在正做这个无道友的时阵，其实是一个真水的名。有人会问讲，你敢有去教会？讲有啊，我有去教会。当你讲你有去教会的时阵，你就是一个无道友，咱在靠无上帝真理。在人讲，我搁在敲锤，我搁在追求，我往人确定了后，我嘛真期待，我嘛当来洗礼。所以今仔日，咱的上联大学已经办14档，咱每一个同学愿意来参加教会活动的时阵，咱拢是一个无道友，咱在敲锤上帝真道，咱在敲锤咱安怎做伙生活的一个同学。所以无道到底在无什么道？你在想，你来到位，你在无什么款的道理？咱在无生活的道理，所以咱伫学校，咱有学法律，有学医学，予咱食了会较健康，无乌白食侪侪药啊。然后咱也在无一个亲子之道，甲囝儿、甲大家、大官、甲新妇、囝婿做伙学习的一个做伙斗阵的道理。咱嘛在学一个团体的道理。就是讲，甲无同款的人，要安怎相佮斗阵？要安怎去疼迄个无可爱的人、无佮意的人？毋过，咱也用耶稣的疼来疼伊。咱嘛要学一个信仰的道理，咱认得基督教的价值观，甲民间信仰、甲佛教、甲道教的价值观有啥物无同款的一个所在？咱嘛要学一个夫妻的道理。真侪少年人啊，伫因夫妇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有社青团体甲因陪伴，帮助因会当互相来沟通。咱嘛在学一个因缘果的道理，就是伫教会内面，咱有迄个确信，知影啥物是咱性命，啥物是愿望。第最后一个挂号，互你家己来写吼。你伫教会你学着啥物款的道理？伫这个信仰的学校内面。你安怎来成长？所以每一个还袂洗礼的兄弟，你拢是无道友，无一个上帝所予你的道路行的一个道理。所以今仔日咱讲洗礼是主耶稣交代的大使命。伫洗礼之前，咱有真侪当学习的所在，但是更较重要是你洗礼了后，你的生命到真正来改变。真侪人真欢喜来洗礼。但是洗礼了后，伊的性命无改变，伊无抓住迄个信仰上重要的迄个性命的改变。有时伊陷落伫过去迄个罪恶，过去迄个个性，
过去迄个无好诶物件来捆绑。所以今仔日咱洗礼之前是无得有，咱来学习教会价值观，互咱真正准备洗礼诶时阵，咱真正有学着一条上重要诶物件。今仔日咱要来读诗篇111篇，这是一段俄勒诶诗篇。啊，来，你若圣经诶人，可以当来甲伊翻翻开。啊，咱真鼓励咱会当有家己诶圣经。伫111篇诶内面，伫第一章内底，咱就看见，伊讲着正直诶人伫会中，就是伫会堂中来感谢上帝。然后第四章讲纪念上帝奇妙诶作为，上帝嘛赏赐加密。想事牛是予咱，咱嘛看见上帝观念的显现。第七章咱讲到诚实甲公平的态度，上帝爱咱真诚实来面对咱家己的性命。第九章讲到救赎的百姓要得到永远活，要得到永生，然后要祝上帝要来守伊的约定到永远。第十章就讲到智慧的根本，智慧根本。所以用这几段，我来分作三段来看。第一个就是敬畏的态度，第二就是诚实对待人，第三咱要来学做一个智慧的人，敬畏的态度，诚实来对待人，来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一个敬畏的态度。第一章啊，咱就当做伙过来读一摆吼。恁着俄勒耶和华伫正直的人的会中，甲崩会中。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，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。我下讲讲一心称谢耶和华上帝。小夫讲，头壳顶面三尺有神灵，唔知影你敢有相信这个世间有一个神，有一个上帝在看顾咱，嘛在敬请咱，嘛在看咱的好所行、歹所行。然后嘛一句小夫讲。天公伯啊，听好人，到听歹人，有上帝，伊也听歹人。亲像日出、落雨，伊拢降落伫每一个所在。好人，上帝出日头，降雨伫个所在。啊，若歹人呢？上帝的日光加即个落雨，敢有选择我予歹人？我爱降落伫迄个叫做叙利亚，还是我爱降落伫迄个阿拉伯？降落伫遐较歹个国家个所在，上帝是讲犹原降落伫即个所在。意思是啥？就是讲上帝着亲像父母个疼，疼伫每一个人个生命中间无分彼此。你个囝儿，每一个囝儿你拢疼，无论伊是好囝，无论伊是歹囝，因为伊是你个囝儿，你拢疼伫心肝头个内面。所以伫世间内面，伫人的信仰观念内底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有上帝，另外一种就是无上帝。有上帝较好，还是无上帝较好？应该是有上帝较好啦吼。咱上惊迄个无上帝的人，甲讲啊，你是一个无惊上帝的人，表示伊的行为可能是真好。所以有上帝的人，伊会敬畏迄个神，敬畏迄个神明，无论你所相信的迄些神明。到底是叨一位？耶和华上帝、阿拉、佛祖、观世音、关公，可能有真侪无同款的神明，但是咱知，迄个神伫咱的心内。但是一个无神论的人，伊无相信上帝的人，伊是自我中心，家己就是迄个神，伊无相信上帝来顾恤咱。所以咱看见，咱若是一个有上帝的人的时阵，咱还是去敬畏伊。敬畏迄个上大的神，去听伊，听迄个保护咱的神明。啊，伫个神学家内面咧讲，若是咧认捌上帝的人，伊就是一个神学家。所以讲，认捌上帝的人，伊就是一个神学家。所以神学家毋是伫神学院教册遮个老师，咱每一个人拢是神学家，因为你拢是一个超出上帝的人。今日咱所读的圣经的内面，就是一本历史的册，伊记载每一个世代、每一个时期的人，古约时代、摩西时代的人，啊，耶稣时代的人，因对伫上帝的看法，然后甲伊描写出来。所以咱伫圣经的内面，咱看见有几项，第一项
伫咱所读的圣经内底，讲讲伊纪念咱，上帝纪念伊所有的子儿，所有的百姓。所以当你真不足艰苦的时阵，你的爸爸妈妈有听你啊无？有啦，伊有愿意听你，伫天顶替你来祈祷。上帝也纪念咱所拄着的艰苦。第二项伫圣经内面讲讲，伊赏赐粮食予咱。可能伫咱的台湾是非常丰富，够人无食饭的，可能真少咯，真少遐无食饭的人。但是咱知影伫以色列伫旷野的时阵，若是无落雨，若是半冬无落雨，人会烦恼，惊无遮个粮食通啊食。所以第二项讲到迄个粮食，是对伫当时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事。第三项，上帝纪念。纪念伊所立的约，伊的约定的确甲咱三家做伙，人可能会违约，可能会袂记哩迄个约，但是上帝永远无袂记哩伊甲咱所立的约。第四项就是伊要显出关联，上帝伊听咱，毋是记载伫圣经内面啊听，伊真正要显出迄个关联，开咱伫咱的生命内底。所以当你心情艰苦的时阵，你回来到上帝面前，向伊来祈祷，来祈祷你艰苦的事，甲上帝讲，来思考你头前所要行的道路，互你有智慧，互你离开迄个忧伤、迄个艰苦，无互遮忧伤来甲你捆绑，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溃烂。啊，这个礼拜我有一个附中的老师来甲我分享，讲伊最近拄着一个真不足艰苦的事。问牧师啦吼，伊同学就是牧师，啊，王牧师，啊，你安怎来看这个代志？伊是国小的老师，做十九冬，第一摆吼叫去校长室啦吼，哦，老师吼校长叫去校长室是无好的代志，因为有学生甲家长讲，啊，家长就甲校长讲，你这个老师来体罚学生，啊，然后真生气，要问校长你要安怎来办？啊，这个老师我的同学，伊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伊真不准，讲我做学老师十九冬，我拢足疼学生，啊，太互学生来指责这款的代志呢。伊在教导的过程中间，可能较严格，但是伊无讲迄个过程，但是伊咧阁问第一项的问题，讲老师敢袂当管学生吗？老师的囡仔做唔对，咱敢袂当该家教导吗？第二项，伊在问：哎，家长到底在想什么？到底伊在爱的是什么？第三项，伊心内有真侪不平，讲透这个啊，这个囡仔在教导老师的代志，所以伊心内有真侪艰苦的代志。但是我来回应一下：第一项，咱得虚心检讨，咱得家己强逼检讨，咱老师有做无好的所在。所以你就爱甲迄个校长、甲迄个家长讲，啊，真歹势，真歹势，可能我较无注意，啊，伫管台顶面啊，甲伊忽略，啊，是可能较大声，啊，做了无好，请老师啊，请校长啊，请家长原谅啊吼，这是会当去谦卑去检讨家己的代志。第二项就是拥抱孩子，你得甲迄个囡仔甲伊让一下，甲伊讲，老师袂因为你教老。甲我检举，啊，我就无听你啦吼。真侪囡仔拢真听老师，阿爸从此以后就不爱那个孩子了，不理那个孩子了。你甲伊讲，老师有缘听你，然后啊，我会更好好啊，甲你关心，甲你教导。第三项就是甲伊讲，啊，你光这两行做了了，你就放下吧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莫阁藏挂伫你心肝头内底啊，敢若真不准的一个代志。然后，因为伊是一个天主教徒，我就来写一句伊看有的话，讲耶稣讲爱听你的仇敌，爱听你的对敌。但是后壁迄句是我写的吼，真困难，但是真重要。啊，伊最后伊回应讲，的确无唔对，就是安尼。今日咱看见伫教会内底，咱常常咧讲的代志，拢是遐真困难做的代志，但是阁是真重要的代志。会当甲人和好，甲人道歉，本来就是一个真无简单的工作。但是今仔日上帝伫信仰的内面，
就是爱咱才互人甲人会当和好，无阁继续冤家，无阁继续伫迄个无好的关系内底。第二项，圣经人讲就是爱诚实来对待人，诚实来对待咱家己的性命。第七章啊，咱用华语直接来读了，讲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。他的训词都是确实一八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。特别是诗篇一百十一篇里面，人讲咱要诚实。什么是诚实？诚实唔那是对别人诚实，对上帝诚实，咱嘛爱对咱家己的性命来诚实。信用就是让咱真诚实来面对家己的性命。家己无完全的所在，你若当接纳你家己无完全的所在时阵，你就成功啊！你就成做一个上帝所疼的一个子儿，因为你了解你家己的性质，你了解你家己的性命，所以咱讲咱的性命是无法度去逃脱，无法度去闪避。咱面对咱的性命，就是坦荡荡，就是真欢喜来面对咱的性命。让咱性命遐真侪挂虑、真侪烦恼、真侪冲突，拢甲伊放掉，然后让你过一个真欢喜、喜乐的一个性命。所以今仔日咱讲咱的信仰是啥物？就是不断给咱机会，让咱会当甲人和好，让咱过着一个真欢喜、喜乐、平安的一个性命。咱今仔日咱看见，甲人和好、甲人道歉，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。最这个礼拜啊，伫国际有一个真大个代志，我感觉真有意义啊。我嘛是真注重啊，然后在看这个代志个发展，就是咱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啊，伊在去访问日本，有真侪遮世界个总统要伫日本伫遐开会。然后有一个庆典，就是要去访问日本个广岛，迄、那个所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个时阵，美国人弹两粒原子弹。就两个按钮啊，刺落去了后，然后死14万的人。伊要去迄个所在来致意，但是要出发之前，有 NHK 日本的记者跟访问奥巴马总统讲：“你去迄个所在，你会道歉啊未？你会不会道歉？”但是伊讲：“我未道歉，因为我若是当时迄个总统啊，我的决定嘛是安尼。”所以咱看见伊伤害到14万人，忽然间过身，然后有害到足侪人，伊拢受着即个辐射的影响。一个基督徒的总统，敢无应该道歉啊？今仔日咱来想，真做一个基督徒，甲人伤害遐尼深，他会无道歉呢？但是今仔日伫迄个过程中间，美国甲日本犹原是一个真好的战略伙伴。可能有真侪日本人拢真希望，即个奥巴马总统来去日本，爱好好啊，把这些受害者给道歉。但是同时，伫美国吼，真侪退伍军人或者来讲，总统你一定袂当道歉。你敢知影？阮伫迄个战争的过程中间，阮受伤受害是遐尼大吗？然后伫迄个啊报道的内面，看到奥巴马伫迄个在场的演讲过程中间。伊有揽到一个受害者，然后伊拢无讲到道歉，但是遮日本人知影伊已经道歉，虽讲无讲出来，但是伊有一个真大的善意，真正是真疼着、关心着遮受害的人。今仔日咱看见战争本来就是一个伤害，无一个战胜国，嘛无一个战败国，因为大家拢是战败国。因为咱伫战争的内面，一定有人牺牲，一定有人拄着伤害，所以咱要看见要安怎莫有迄个战争，就是予咱学习，成做一个和睦的人，成做一个和平的使者，毋是迄个挑起争端的人，毋是要甲人冤家的人，啊，讲添油加醋，搁人在生气时阵搁人倒油，啊，予因两个人伫遐在冤家。所以今仔日咱看见基督徒，咱在诚实来面对咱家己的性命。你敢会当成做一个和平的人？然后伫
伫别人有冲突的时阵，伫你家己的性命有冲突的时阵，成做一个和平的人，然后会当去帮助人，会当来和睦。最后就是成做一个智慧的人。咱要找找智慧，咱讲读册要找一个智慧，投资做生意嘛在找智慧。咱伫职场，甲咱的长官、甲咱的同事伫遐互相交陪过程中间，嘛爱有智慧，夫妇互相熟悉，要经营婚姻嘛爱有智慧。安尼，智慧到底是啥物呢？咱会当讲出真侪智慧的一个原则。啊，我有讲分享着四项。第一项，智慧到底是啥物？智慧就是会当互咱看清楚代志的由来。叫做来龙去脉哦，反正这个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，伊的原因到底是啥物？一个有智慧的人会乌白生气，因为伊知影这个原因是啥物。第二项，有智慧的人，伊会徛伫较悬的眼光来看代志。咱常常拢会讲，咱要站在伟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，徛伫伟大的人的肩膀头顶面，互咱看搁较远。意思就是讲。依在的人犯过错误，咱就唔通去再犯。第三，咱爱看搁较长的时间，咱不是就看眼前，咱是看长期未来的五年、十年这个代志的发展。第四项，咱要看的智慧是啥物？智慧就是啥物款的代志是对搁较济人有利益。所以这四项，甲咱三个来分享，成做一个智慧的人哦。咱先来讲看卖啊，第一项。看清楚代志的来龙去脉，第二，站伫搁较远的眼光来看代志，第三，看搁较长的时间，第四项，知影搁较对着较侪人有利益的一个代志。所以今仔日咱讲上联大学，咱是来学智慧，来学一寡过去咱平常时无想过、无听过的观念。咱嘛知影，咱个上联大学是一个互相扶持的一个团体。咱这个团体帮助真济上学的同学，就是伊个先生、贵姓、太太、贵姓的人，伊会当伫迄个真艰苦的时阵，伊来到这个上联大学，伊行出来，因为有真济同学陪伴伊。然后最后一项，咱看起伫上联大学，你是要来享受伊个人生，伫你人生的最后阶段。当然，咱拢不爱讲咱的人生迄个最后阶段，但是咱伫晚年、伫老年的时阵，伫咱人生可能上路尾站的时阵，咱会当健康来学校、来上面大学来学习，这是真正真好、真欢喜的代志。所以，互咱家己有一个行动的目标，互咱伫上面大学、伫教会，咱拢有一个创意的老年生活。予咱伫年老的时阵，咱嘛过了非常有意义，亲像咱拢会动动脑，予咱的课件搁较趣味，予咱的服装走秀，把咱迄个古早藏伫迄个衫橱内底，就藏到可能臭裤的迄个礼服，甲伊摕出来穿啊吼，啊互相来分享，这件衫为虾米有这件衫？咱嘛有摄影比赛，每一个同学拢成做迄个模特儿。咱会当互相来翕相分享，咱嘛去食迄个真特别的餐点啊吼。可能平常时你袂点一碗500块的牛肉面，唔错，咱会当做伙去食迄个500块的牛肉面，食一支80块的鸡鸭饼啊吼。当然唔是伫乒乓，但是迄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经验。咱会过一个真无同款的一个生命，因为咱做伙食做同乐。所以，伫遮感谢咱每一个老同学啦吼，咱甲边仔个兄弟来讲，你拢是我的老同学，你拢是我的老同学啦吼。啊，咱个兄弟嘛是咱来看伫边仔中辈来讲，你是我的老同学，年纪真大个老啦吼，啊，时间真久个老，然后陪伴咱个四年级个真甜蜜时光，不少回忆回忆。就是咱生命中间真趣味、真特别的一项事。有一日，咱离开这个世间，可能无留落什么，但是咱留落真多水的回忆在咱的生命内底。今日咱念这段诗篇111篇，咱看见三项事：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，第二个诚实对待人的态度，
对待人，对待家己。第三项，咱从开始做一个智慧的人。啊，感谢上帝，予咱伫咱的生命内面有方向，伫咱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有意义，会当过了欢喜平安。嘛，愿上帝来看顾咱每一个同乐，伫接续三个月放暑假的时阵，拢有平安。期待九月份，搁一摆开学的时阵，大家搁一摆欢喜三季年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亲爱主，我感谢你带领我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拢伫教会做伙伫遮来成长。我有兄弟有已经洗礼的，嘛有真侪个在无道德的兄弟姊妹。我每一个人拢是超出上帝道理的人。主求你帮助我，伫教会内面过了生命有意义、有喜乐，因为我知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上帝的确要带阮行伫阮人生头前的道路，虽然有时有不顺、有艰苦，但是上帝的道路、上帝的道理要帮助阮行过这个艰苦的时间。主求你也来祝福阮每一个上帝大学的同学，让阮会当做伙伫教会伫遮来成长，会当来领受信仰内面宝贵的道理，让阮的生命伫学习的过程中间。更加诚实，更加有上帝的祝福，更加有快乐、有意义。愿上帝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。阿门。这是咱这位参加。